Galaxy A 其实在上市以来啊，一直受到很多年轻世代朋友们的喜欢，还有年轻朋友们的喜爱。哎，你们知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多辛苦？我这样讲好了，各位贵宾朋友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当然我们的工作可能我们有办公室，我们有交通工具，我们可以坐车，我们可以坐捷运，我们可以坐计程车。在我们的这个点到点的中间，似乎啊，我们的手机得受到很非常良好的保护。我的意思是说，受到灰尘的时间不多，可以淋到雨的时间也不多。你很少看到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站在大雨里面拿着手机在讲电话的吧？没有，通常助理一定会在旁边很紧张，或者他有很棒的轿车。各位在上班族也是一样，在除了我们在跑外务的时间，我们的手机应该都是受到良好的保护的。可是你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新世代非常的辛苦，不是上下课就好了，不管你是高中生、大学生，我们上课，我们可能要上体育课，我可能是体育系的，我可能是下了课之后要参加乐团，我要参加极限运动社团，然后我要参加跳绳运动社团。在我们的手机使用的这个需求范围里面，范围越来越大，我必须要在任何的天气情况下，万一今天刚好学长表演到一半下雨了，可是我没有拍到他上篮的精彩动作，回去我可能被学长力争再跑，糟糕了。所以呢，手机对于年轻世代的朋友们来讲，它的要求、它的规格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大。Samsung Galaxy A 一直承袭了以往创新设计，在今年呢，我们推出了2017全新版本，在规格上更是类旗舰，而且在功能上再次的进化，让所有的年轻朋友们再次的爱不释手。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在想 slogan， 那每次要想个 slogan 真的很难很难，所以我们讨论了很久。譬如说，已经就 Galaxy 已经 A 了 ，A 是 for the best 嘛，第一级嘛，对不对？最棒的，所以我们到底要给他什么 slogan？ 就是说团队脑袋想了很久，不然我们 Samsung Galaxy A 比 A 更好。这样不对啊，那是意思说我们以前不好吗？也不对啊，而且年轻人好像也不会用这样的口吻嘛。不，沈总 ，Galaxy A 比以前更 A， 这样也不太对。好、哦，尤其像我现在不太适合开玩笑哈、哦。那最后就想到，不然这样好了，因为年轻人对于手机的要求，我在要用的时候，我不能有理由，我不能用牛仔裤擦干上面的水，我不能怕它因为防灰尘，我的手机很宝贵就漏了我们精彩的画面。所以我们现在即刻。马上就要，那就是什么 Samsung Galaxy A ASAP， 给所有的朋友们 A 级的快感，还有 A 级的时尚体验，非常非常好。那今天我们的整个表演内容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各位一定会惊艳，会 surprise。那么在这边呢，有很多的与会贵宾，我要为各位好好的介绍。那么我们首先呢，在这边为各位介绍的是台湾三星电子总经理李宰业李总。同时，我们也欢迎台湾三星电子行动与资讯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元荣 Randy， 欢迎。同时，我们也欢迎台湾三星电子行动与资讯事业部协理李在训李协理。同时，我们也欢迎台湾三星电子行动与资讯事业部产品行销协理 Simon 刘家元，欢迎。啊，接下来也是我们的合作好伙伴，我们为各位介绍的是。电信公司我合作伙伴，还有通路的合作伙伴。首先，我们欢迎的是中华电信行动通信分公司总经理涂元光涂总。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中华电信行动通信分公司协理林文智林协理。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欢迎中华电信行动通信分公司行销处处长王映雪王处长。同时，我们接下来欢迎的是远传电信营销长郑志恒郑营销长，欢迎。同时，我们也欢迎的是远传电信副总经理赵义南赵副总，欢迎您。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台湾大哥大加盟业务处副总经理邓林正邓副总经理，欢迎您。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台湾之星行销部资深副总经理朱小信朱副总，欢迎。同时，我们也欢迎的是亚太电信资深副总经理施晃嘉施副总经理。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辛苦的通路的合作伙伴，让我们欢迎的是神脑国际的策略长邱志忠邱策略长。
同时我们也欢迎神脑国际的总经理黄文祥黄总经理，当然我们也欢迎联强国际的总经理张永宏张总经理，欢迎。感谢以上所有的贵宾今天参与我们的盛会，接下来我马上把时间交给台湾三星电子行动与资讯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元荣 Randy 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有请 Randy。 各位媒体朋友以及现场的贵宾大家午安。午安。哦，非常欢迎各位今日莅临我们的记者会哦。那很开心2017年的首发，我们将要为各位带来全新防水中阶智慧型手机 Galaxy A 系列。那 A 系列是什么样的商品呢？ A 系列是专属为年轻族群有想法有个性的年轻族群打造的一个系列的产品，它的高质感的外观以及强大的相机功能还有实惠的价格，也让我们的 A 系列在这个中阶市场里面创造出非常不错的表现。那A 系列商品我们从Galaxy A8 开始它从上市的第一个月不管是2015年2016年的版本，我们都在第一个月就创造第一名的销售的一个佳绩哦。那除了 A8 以外，我们的 A7 也不容小看，我们的 A7 累积两年的销售量也是在这个中价位里面的排名也是第三名哦。那整个 A 系列在中阶手机里面前三名的一个市场里面，我们就南瓜了两名哦，两席。那这个 A8 的系列里面哦，我们很感谢有这么好的成绩。那最主要也是感谢我们的电信以及通路伙伴长期来为我们一路为三星的一个支持哦，那我们才有这么好的一个佳绩。那这个 A8 系列除了这个 A8 系列带动了整个中阶手机的相机尺寸的功能提升以外哦。那我们在今年也再接再厉的在Galaxy A7 A5 2017里面除了把它打造成旗舰机型的规格的防水功能加入 IP68 防水防尘以外，那我们在相机也有所提升那也期许利用这些功能的提升打造中阶智慧型手机的市场再一次的带领中阶手机的市场的一个规格的提升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跟NineFriend 全球的一个知名的一个通讯软体合作那 Galaxy Friend 它的熊蛋以及沙粒这个非常可爱的贴图那这个贴图我想在台湾的消费者里面有非常多人的喜欢。那这一次我们的 A 系列也为了广大的粉丝跟NineFriend 的一个合作，所以我们在上市的时候会赠送熊蛋跟沙粒的手机背盖，那期许透过沙粒跟熊大跟我们的年轻的族群再创造 SAP 精彩时刻那身为全球行动装置的领导品牌那三星除了持续的创新以外，那我们也不断的提供最佳的商品选择，希望创造多元的市场的一个选择那针对这个部分也再次的感谢各位贵宾媒体朋友再次的莅临，那在今年新的开始就为三星创造很好的佳绩，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Randy， 谢谢。当然了，现在我们对于手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严苛了，刚才看到我们在我们的中阶的智慧型手机都已经做到生活防水 IP68 了，然后包括了防水防尘，然后机体也许更大，然后功能更强悍那等等的。那这次新版的 Galaxy A 系列，我们是不是也拍了很可爱的这个影片来看看它的特性在哪里呢？没有错，我借用所有朋友们的目光看到我们的大萤幕上，我们来看这两段影片。我的世界 A 级精彩，前后1600万画素，自拍超狂，防水防尘，水逆也不怕。哇，64G 超大容量，很会装。我的生活，我精彩 ，ASAP 全新 Galaxy A 系列精彩上市。自拍最强，帅也不怕 ，A 级精彩，超强大 ，ASAP。The girls love you, man. I'm going to the store right now. Me too. 自拍最强，帅也不怕 ，A 级精彩，超强大 ，ASAP。A series, a series, a series.
是的，没错，看来这个跟他们以前的形象影片真的非常跳脱以往的模式。那么接下来在舞台上要为各位表现的也跳脱了以往的模式，待会儿在舞台上各位想到年轻世代会想做的事情都有，摇滚乐有，极限运动有，体能表演有，然后还有街舞运动有，我们就来看看待会儿在这个秀里面到底如何呈现全新的 Samsung Galaxy A 系列的 ASAP A 级精彩。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秀打开，让舞台让给他们 ，Let the show begin。Yeah.
这个花式跳绳冠军刘文雄带领的专业的花式跳绳团队，来，前面往前面一点，往前面一点。哎呀，太好了！哇，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好好来问一下，这个年轻人现在会做的运动，几乎我们刚刚都看到了，对不对？有这个有很健康的，跟更健康的，跟非常健康的。哦，来，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圣总全新的这个 Galaxy A 系列啊，那个新版2017的新版，那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我们现在问问乐团哈，在乐团的生活中，一个可以防水防尘，然后防水到 IP68， 然后那个功能又这么强大，前后镜头都1600万画素的手机，对他们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忙呢？来，我们请那个主唱来跟我们讲。好，来，大正。其实我们对于摄影功能是蛮要求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代的机子上面，它的摄影功能有很大的要进，然后会是我们很大的利器。看到没有，乐团多么辛苦，连相机都买不起，都用最好的手机就好了，对不对？没有啦，如果可以两个合在一起，轻便方便用最好。而且刚才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一台，这一台它的意思是，我们刚刚有进行刚演出的直播，有没有？我就讲嘛，年轻人现在随时随地都要直播，把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啊，播放给所有的朋友们看到。所以这一台现在是正在跟你们的粉丝直播吗？没错，对，现在正在。好酷哦，好酷哦！那我就来当一下摄影师好了嘛，整台拿起来这样，好，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拍一下大家好了，哇，想不到大家对于直播是如此的冷漠、啊，哇，没关系，有点害羞哈，第一次直播哈，好，我们都被这个灭火器乐团所有的粉丝看到了，好的，那么所以除了这个摄影之外呢，大正还有觉得他。的触感啊、手感啊各方面什么的，有没有？其实还有就是它这个强大的防水功能，对我这种很粗线条的人来说是一种福音的、啊。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原来那只是你的、哦，所以你说它防水功能的意思是说，你平常粗线条以前手机有掉到水里的这个经验过？不是很多，大概2-3次而已。那就够了，还2-3次而已嘞。好，现在太好了，有生活防水到 IP68 的话，这样比较不用担心啦、啊。而且有时候，譬如说你们练团或者说出去表演。忽然下起雨还要拍照的时候，有个手机可以防水，真的差很多哦。没错，有没有？点头如捣蒜，大家一致通过。感谢灭火器乐团，再次掌声鼓励。接下来，刚才有一个小女生，哇，厉害啦！我们刚才看到她上杆的动作，还有一些这个飞跃的动作，完全没有害怕，有没有？滑板一踩就出去了，是我们的滑板一姐小 V 张玉婷，你好。好。好可爱哦，怎么开始从事滑板工作的呢？很年轻的时候，现在其实已经很年纪有点大，对。看不出来啊，就是个子很娇小、很可爱，而且对于这个极限运动一直崇拜的热爱，对不对？然后才可以持续这么久嘛。那我想请问一下，对于你来讲啊，我们全新的Galaxy A 系列新版，请问一下，对你的生活还有你的热爱的滑板有什么帮助？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那个悬浮。快门，对它对我们滑板来说的话，它可以用手单手持握，对，那我们在手持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自由的设定快门的位置。你的意思是说，我懂，有时候我们拍照拿这支嘛，
按钮在右边，对不对？啊，如果换成左手，手不是 KK 要倒过来拿，所以它现在有一个悬浮的快门。人家怎么拿都是可以按下快钮的。哦，所以你把它移到你手方便的位置就可以了。哎，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啊，他们这些滑板选手们，他们上传一些超帅的影片，譬如说有没有蹲得很低，然后正在行进中，然后用手拿着。有些人不一定左手右手习惯，所以现在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它可以让你左右手都可以互用就对了。哎，不错，给小 V 掌声鼓励一下，哇！接下来这一群人，他现在的心情就只有一个字，叫做冷。因为呢，里面有冷气，而且他们刚才把自己都已经泼湿了，看到没有？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咳嗽了、啊，要小心一点，要保暖了、哦。我们欢迎的是花式跳绳冠军刘文雄跟他带领的团队，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哎，文雄啊，请问一下，现在台湾这个花式跳绳的朋友多不多？有逐渐在增加，对。那你希望要利用台湾的这个跳绳的冠军这个头衔，可以帮台湾做什么事？就是尽量把这个跳绳运动在各个小学或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然后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然后认识跳绳这项运动。原来不是像传统那样跳而已，它有很多花式的花样这样。而且我记得啊，花式跳绳在台湾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已经有开始培养了，对不对？好、哦，现在这项的运动啊，新科技之后要更好好的发扬光大。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问一下文雄啊，那请问一下，在这样子的活动里面 ，Galaxy A 的新版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其实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尝试在水中表演花式跳绳。那在这次的表演呢，让我想到过去练习的时光。那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也是不断的苦练，然后不断的创新，然后永不放弃。就像如同 Galaxy A 2017不怕水淋的这个精神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会浇熄我们对跳绳的热情。讲得太好了，掌声给他们所有的朋友们鼓励一下，再次谢他们，谢谢灭火器，谢谢小 V， 还有谢谢刘文雄带领的花式跳绳冠军团队。来，我们请先回休息区休息，感谢你们的表演。各位，你们如果在台上看得到的话，他们走回去是一路有水的哈，非常非常的辛苦。好，那么当然刚才我们的这个秀看完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对于这支手机它可以帮我们做什么，一定还有很多很新的这个内容，还有全新的功能，我们是不是要请这位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好好讲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台湾三星电子行动与资讯事业部产品经理邓建博 Eric， 有请。小心哦，湿湿的哦，要小心哦。好，谢谢 George。 不客气，交给你。现场的长官好，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三星电子的产品经理 Eric。 在这个2017年的第一场新品发表会，我必须要说，今天要发表的 A51 A7 其实是来势汹汹，功能非常强大。可是在介绍这个机子之前，我想要先问各位在场的媒体朋友们，你们看过很多市面上各种手机，功能也都非常强大，你们现在用手机应该都是万中选一的那只手机，可是这些手机真的能够满足你各个全天候各个场景的需求吗？比如说白天可能没问题，可能越到晚上，是不是有些人的手机可能夜拍能力就没那么强，甚至晴天、雨天、下雨天是不是都可以满足呢？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这一次的 A5 A7 强打两个功能，第一个其实就是防水防尘的设计，第二个功能其实就是它的相机。这次我们把自拍的镜头规格拉得跟主镜头一样强，目的就是要满足消费者在全天候各种场景的一个需求。我们先针对防水防尘的部分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其实必须要讲的是，三星这一次是第一次把防水防尘的功能加入到 A 系列。其实防水防尘对于设计而言，它会把整个成本垫高很多，所以很多品牌、其他品牌，甚至即使旗舰级手机也不会支援防水防尘。可既然我们要把防水防尘这个功能加入到 A 系列，要就是做到最好，所以我们直接把等级拉到 IP 的最高，也就是 IP68。
它可以在水下一米撑30分钟。这对消费者来说的好处是，除了可以因应平常生活中比如说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比如说突然淋雨啊，手机被泼到水的状况之外，你还可以把手机带到浴室去听音乐，甚至在某些重要的时刻，它可以帮你完整的记录一些重要的画面。比如说右上角，这个是我小女儿，个人小女儿第一次会憋气，在水中憋气的一个画面。当其他爸爸妈妈在岸边，全部就像是在拍水饺一样，找着自己的小孩子是哪一个时候，哎，不好意思，我甚至拍下我女儿的正面的一个画面。之所以会举这个例子，是因为人生当中有很多精彩的时刻，甚至可能是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时刻，不一定会在你的计划当中出现，可是它会立即的产生。这时候你手边的工具是不是都准备好完整的记录这一刻呢？有了 IP68 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再就是我们这一次用的是无盖的防水设计，你不用担心什么盖子有没有紧固，你就直接把手机放到水里面，其实它完全的是防水的。讲完设计之后，再就是相机的部分。现在时下最夯的其实就是直播，各位在台底下的可能都是直播达人，经验都比我老道，各位都知道其实直播不一定都是在拍其他人，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在拍自己，这时候你的自拍镜头就变得要很强。这一次我们在 A5A7 我们就索性直接把跟主镜头一样的规格1600万画素直接放入到我们的自拍镜头，所以我们的自拍镜头拍出来的解析度跟我的主镜头是完全一样强。除此之外，在比较昏暗的场合，甚至在夜景的状况下，前后镜头都有支援超大光圈 f1.9， 甚至也结合了三星最新的技术，也就是 Light On 这个技术，它可以自动侦测你环境的光亮程度，当它进入到低光源的时候，它会自动改变你的相机的参数值，让你拍到的画面是可以得到最好的。好，解决了夜拍的问题。再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当你的手机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哎，自拍有时候其实变得不简单。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自拍为什么会不简单呢？自拍不就是把手机拿出来，镜头朝向自己就拍下？不对，因为当你把手机打开的时候，你的快门其实一般都是在你的右手边，大概手机的五分之一的位置，所以你的手只能握在手机五分之一的位置的时候，其实第一你不好握，第二某些程度下是不好拍，所以这边我可能要请主持人就此来帮忙。我必须要很有私心的说，其实我跟我老婆都是就此的粉丝，所以我被交代一定要跟就此一起合照一张。不是不是啊，你后面那个贵宾室，他们老板出去了，人家茶点我正在吃，你哎呀哎呀，没关系，耽误几分钟哦，行吗？可以帮忙把那个画面切换到手机上面吗？叫我到台上来干嘛？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合拍一张？合拍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手机自拍的时候，哎，我其实可以很轻松拍上我们最美的一个角度。不是不是，你这不可能只是叫我上来 demo 这个手机的这个轻松美丽的角度这个功能吧？是不是有什么私心啊？糟糕，被发现！其实我跟我老婆都是你的粉丝，我被我老婆大人交代说一定要跟你一起合拍一张，所以不好意思，就委屈你了。这简单嘛，我待会跟你一起回去就好了。啊，是不是？好了，开玩笑，来。比如说现在，我好不容易掌握一个机会跟我的偶像一起合拍，不好意思，然后他现在站在我的右手边，是各位可以看到，当他站在我的右手边的时候，哎，我正要拍下这个精彩的一刻的时候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奇怪？糟糕，我的右手挡住了镜头。对啊，这张是根本在拍你自己嘛。对，这不 OK， 怎么可以挡住我的偶像呢？所以我就把手机干脆放到左手，哎，画面解决了，可以。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我的手不够长，按不到按键。对啊，你的按键在这里耶。对，又不能叫我的偶像帮忙拍，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新功能叫做悬浮快门。这个悬浮快门，各位有没有看到画面上有一个小屌？哎，有一个淡淡的，刚有一个淡淡的画面。淡淡的画面，哎，对。这可以移动位置啊，只要按下这个画面，我其实就可以轻松拍照。这时候我就可以用左手轻轻一按下，拍下这精彩的一刻。哦，拍下了，拍下了。对，拍下了，谢谢。哇。
感谢。等一下，你记得你刚才说的话，要跟我一起回去哦。可以。好，谢谢。我可以回去吃茶点了吗？可以。太好。好，再把画面换回去了。透过这个悬浮快门，你不管任何角度都可以轻松拍下精彩的一刻。好，各位，再就是，当你的荧幕越来越大的时候，切换模式，切换你的主相机跟你的自拍相机，这时候你只要左右上下晃，就可以轻松去做切换动作。然后再就是，除了相机跟设计有所提升之外，其实我们是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的 A5、A7 的功能，包含电池的部分。A7 的电池从原本的3300提升到3600，A5 的部分从2900直接提升到3000。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听到消费者的声音。以前我们的 A5、A7 都有支援双卡，这一次我们是一机双卡，它可以同时插双卡的同时，也可以插记忆卡，而且我们这一次把记忆体整个都提升。以前的 A7 跟 A5 的记忆体大小只有 16GB， 我们现在除了 double 变成 32GB 的内存空间之外，盒内再送 32GB， 对消费者而言，它可以有 64GB 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做使用。再就是，各位如果再仔细看一下机身的下方，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把 Type-C 的 USB 接口从旗舰级规格下放到我们的 A 系列，而且旁边还有保留我们的 3.5mm 的耳机孔。好，如果空间不够的话，云端还有 15G 的空间。除此之外，我们的硬体本身也有支援神送配，当未来三星的这个服务开通的时候，这个手机可以马上被支援到。市面上大部分的刷卡机都不是 NFC 的刷卡机，可是不管是 NFC 还是磁条式，它都可以支援。再就是跟我们之前的机体变得更大，消费者其实最 care 的还有就是有哪些颜色可以选。我们在台湾会上的是这三个颜色，黑色、金色跟粉色的部分。然后各位听我前面的叙述，可能会想说，哇，介绍那么多，是不是整个价位要提高？我们现在公布一下价位，我们的 A7 的空机售价是15900，然后 A5 的部分的话是12900，甚至买了之后盒内再送 USB Type-C 的转接头，而且我前面有提到，甚至还有送32GB 的记忆卡，所以消费者有60GB 的空间可以去做使用。而且从今天开始，各位要注意哦，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其实就是我们的预购活动。参加我们的预购活动，就有机会可以达到我们的预购礼的部分。预购礼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夜灯式的蓝牙的喇叭，它本身其实有夜灯的功能之外，它本身也可以当喇叭去使用，这非常适合露营，甚至过年期间跟家人相聚去营造气氛。然后再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手机有一年的保固，除此之外我们再送半年的保固。然后再就是我们这一次还有跟 LINE 有独家的合作，有我们的 A 级同盟的设计款的外盒之外，打开外盒里面还有沙粒或者是熊大的背盖附赠在里面。这个是预购的部分，限量的，如果你来不及赶上的话没关系，还有所谓的上市礼，虽然没有刚才的蓝牙喇叭，可是我们也有延长半年的保固之外，还有送 LINE 的联名的手机 cover， 有熊大跟沙粒两款。那我的介绍到此为止，各位媒体朋友们，如果对手机有兴趣，后方其实有手机可以直接做体验。好，谢谢。我们再一次谢谢 Eric。那么刚才看完了这么强大的功能之后，希望你把那张照片收好啊，回去跟老婆好好交差，不然回去要跪那个 keyboard 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让所有的贵宾朋友们到台上跟我们一起来拍张合照。所以在这边，我们首先邀请的是台湾三星电子总经理李展业李总，有请。李总这边。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台湾三星电子行动与资讯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元荣 Randy， 有请。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中华电信行动通信分公司总经理吴元光吴总，这边请。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远传电信营销长郑志恒郑营销长，来，站上，麻烦。接下来
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台湾大哥大加盟业务处副总经理邓林正，邓副总这边请。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台湾之星行销部资深副总经理朱小信，有请。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亚太电信资深副总经理施晃嘉施副总，施副总这边请。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的通路合作伙伴，让我们欢迎的是神脑国际的总经理黄文祥黄总，黄总这边请，这边请。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联昌国际的总经理张永宏张总经理，张总这边请。所有的贵宾们，乔治先生在这边麻烦所有的贵宾们将您的手机拿在右手，好了，拿在右手，然后往前推出去。Samsung Galaxy A ASAP A 级享乐。哎，我看哪一位的荧幕没有亮的，帮我稍微回到主画面。对对对，没错。然后镜头往下扣一点点，好，好，来来来。大家看正前方，我们先从左手边，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贵宾朋友们，因为不止正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左手边有很多业界的报社、媒体、杂志，还有直播的达人们，我们从左手边开始看，好吧？左手边，哇，一整排一整排，有没有？慢慢的延伸到左前方，视线跟着到正中央的媒体，穿蓝色衣服那位，穿蓝色衣服有没有？大手一挥，我们看正前方，接下来慢慢的看到右手边。右手边，接下来再来看到最右手边的部分，舞台正前方右手边的部分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需要捕捉美丽的画面。好的，接下来呢可以轻松一点，把手机贴向自己，左手比个赞给我好吗？可以，就是这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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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我们一样哦，视线统一从左手边开始看一下，统一从左手边，慢慢的视线往左前方。慢慢的看到正中央，正中央，好，看蓝色那位，刚刚在挥手，蓝色很激动的那位，非常好。再来看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们，右手边靠近舞台边的朋友们，好的，我们感谢李总，也感谢所有三星的贵宾，也感谢所有的电信合作伙伴跟通路合作伙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参与，请先回座休息，谢谢，来来来。来